我带的印性，我这把印性老高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把的印性，敌军还有30秒到我看看啊，我先获得10%的印性跟10%的减速抵抗，然后我损失生命值再提升20%的印性跟20%的减速抵抗。然后我再加上最大的乘数是十，再加上25%的韧性，30的韧性，我再来个水银海，我100%韧性，我跟你们说，水银海30%的韧性，我100%韧性，就人家控我1秒，相当于没控。乘算呢？那30再乘以30等于90了，那就90再乘以30，3927能吗？狗头人，我们必须狗逃头出人，由和平状态。一级反正也打不死，拉倒吧。我就不学 W 了，你补刀你就别耗我血，你要不补刀，你要推线的话，兄弟，那更好，对吧？先插个眼儿去，他蓝肯定是不够用。别让他一兵加一人啊！我不动不了了。哎哎哎哎！我靠！我刚才动不了了，我右键一直点。来，去种族。自由也好，自治也罢，名字无所谓。哪去了这蜘蛛？没用的，兄弟。该死啊！赤城塔皮，啊，打个爆破得了。啊，几点那个？5点半啊。啊，助攻都没有，没有就没有吧。我上去看看能不能把狗头人杀了。打个闪也可以，说实话还可以接受吧。你们觉得我闪现拉他，他能死不？我其实是没技能，我感觉他应该死不了，是不是？我就不闪现拉他了，我闪现拉他，他也有减速啊，应该是杀不了。印性呢？印性，印性，你要不就是那没叠起来呢？印性，印性才5%呢。前期哪有印性啊？刚疾跑要没交的话，这波他应该死了。我就交疾跑了就死了。没事，他没有闪现，下波再杀他呗。敌军还是被歼灭。
反正我们已经很优势了，不着急杀他。出俩多兰戒，我都不知道他要干啥，他要玩 AP 的呀。直接来一头水银骸啊！一会儿，回家，先把鞋出了，要不然这不行，跑得太慢了，这英雄。走。你要狠你就别让我拉着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你要是狠你就别让我拉着，你让我拉着你就是一波血。没用，那你就别补刀。再见。他除了能耗点血以外，他一点用他都没有，我跟你们说一点用他都没有。马上他死，注意看啊，完了，他车他没补，他也不补刀啊，他那车他都不要。你们狭隘又弱小，我却不是。出了个皮孩。我忍不了了啊，我要忍不了了。呀，你给我死，你大爷的。你以为你一直猥琐一直猥琐在塔下一待，过来一拐下一拐下你就能死不了了啊？我忍受够了，我是受够了。我这印性白整的呀，我这印性，妈耶妈耶，要打死我。哎呀，来月塔来，你瞅你那点破伤害吧，你瞅你哪有伤害，兄弟知道俺们印性多高吗？印性 12.5% 加 30% 再加水银骸三重印性，你减速我也就两秒都一两秒都不能，一秒吧，也就撑死就一秒。我的血越少我印性它就越高。哎妈呀，这种狗头玩起来一点用都没有，没有一点用，而且他闪现还用了，下波我又闪他又死了。
他让不让我拉着他也得死。错对了，做出了选择。60秒疾跑，疾跑有也能杀，因为我的韧性高。干嘛去了这？他还把大放了，这狗头人。这狗头要干嘛呀？出这装备呀？南京王九蛋儿，一点用也没有啊！要又不用，要伤害没伤害的，你说线上也不行。打团也不行，啥也不行，就送人头行。我的发，这就是点了印星。我现在直接让他兵他都吃不了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跑中路去了，他不玩了他。我看看，我让你看看啊，我这韧性到底是有多高。你给我回来！你大爷的！哎呀，没抠出来！哎呀，没抠出来。这波没抠出来，抠出来他们三个全要死，我真是差了一点点，差了一点点，就仅仅就差一点点了。狗头人出了个药火。一波双杀，传送下去了是吧？哎呀，这波的传送这个双杀还是行的啊！俺们家这四个人怎么全死了呢？就剩我了。就剩我一个了，没事，那我们赶紧拆塔。赶紧赶紧，我靠，只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秒钟了。唐神的城墙，开始人多起来了，我发现。他们家开始人多起来了，哎呀，看来死神也无计可施。上路收一波兵，然后开始打团战。现在我们打团就等于无敌，韧性特别高，关键是韧性高。
这怎么这卡密尔是有点无敌了是吧？嗯，你去拿蓝，走，人有点多，走走走走。人太多了，他们家有五个人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回可以了，这回可以来。血战方得自由。要不打个峡谷也行。我们家整个阵容打起来其实吧不是那么特别狠，我感觉有红，哎呀，这得打起来团战。杀女枪吧，给我加速来！哎、你给我回来！操！漂亮！哎呀，这落手加个小猫是真恶心哈！狗头人好像发育了几波，这几波狗头人可挺舒服啊！回家，该携手了。其实是携手吧，携手吧。这两个人啊，那是。我来了，陪打，别怕，怕一怕，上车，你别跟他EZ，你跟我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啥玩意儿呢？哎呀，兄弟呀，大兄弟呀，这不行，这哪能行事儿呢？
关键是 EJ 刚才死的太快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没有起到勾引的作用，一秒没了，一秒没了不行。杀戮收波兵，我们还是欠缺点右装，坦度不行。中单是怎么起来的呢？1125，我很需要这波兵。走回家，卡米尔的装备其实一般般吧，跟我们装备差不多，比我多了能有1350块钱，也就一个提亚马特。聚聚倒用不着聚聚，这都没什么好聚聚的，一会儿来点魔抗就可以了，来个振奋。没回家，回家了，刚回的家。给我追来。给我劈一手啊。还行，把他换了。剩个莫甘娜，把莫甘娜杀了吧。哎，回家就可以了，没事，他把中塔拆了就拆了，这波血赚。下一波主 Q 副 W 大哥，那你要是主 Q 副 W 玩落手的话，我得管你叫大哥。这种点法无限火力可以，负 W 技能的意义太小了，兄弟，落手必须得负 E。 你不负 E 第一，你的这个近身的技能它就会变少，你知道吧？能不能救一手？看来是不能。不应该，我们的人都哪去了？刚才我看好几个人呢。哎，蜘蛛可以杀呀！杀蜘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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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蜘蛛！哎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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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狗头要直接拆家，咱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上车，我马上到，兄弟们，全死这波，这波得全死，他们家全都得死，漂亮。nice。
狂散，混沌吞噬。还大不了扣呢，能不能一波？落手的英雄就这一点不好，就是假如说别人老跑的话，你追不上，没闪现追不上人。只有防守技能，没有突进技能，很被动。这把不出班点，这把出振奋。家里头有个猫，对面 AP 伤害还比较多。nice 啊！中推了，兄弟们。